动哦，麻烦请你放轻松。你不要动哦。哦，先生你不用动哦，麻烦请你放轻松。撞到这边。现在要把它拉出来，我没办法拉他的手，所以要拉他裤裆。我去看，你看，拉器材来了，我看能不能拿什么扁带之类把它拉出来。关键要拉他手镯了，他的扣一下。他一下可以动吗？你看他脚，我记得他脚是没有卡住的，对不对？你把裤裆，他有什么东西卡住了？他卡出来了。好，来进。好，你放，我放哦。OK 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出来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黄小队。对。建宏，报警的。学长可以坐左侧吗？好的，那我下去出血吧。你不要动哦，麻烦请你放轻松。你不要动哦。哦，先生你不用动哦，麻烦请你放轻松。撞到这边。现在要把它拉出来，我没办法拉他的手，所以要拉他裤裆。我去看，你看，拉器材来了，我看能不能拿什么扁带之类把它拉出来。关键要拉他手镯了，他的扣一下。他一下可以动吗？你看他脚，我记得他脚是没有卡住的，对不对？你把裤裆，他有什么东西卡住了？他卡出来了。好，来进。好，你放。我放哦。OK 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出来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黄小队。对。建宏，报警的。学长可以坐左侧吗？好的，那我下去出血吧。